大家的订阅啊，来个妩媚的动作啊，有什么的？妩媚，就这样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两边需要换边，更换攻方和守方。谢谢啊，夜随花送小蘑菇66.6，大家喜欢小蘑菇可以点小蘑菇右上角的订阅啊。前面一回合的较量当中 ，Alex 这边确实落后的太多了，太小了都看不清楚。所以说这一次的话，他只有零封对手，他才能夺冠。对，那这样的话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而子豪这边的话，只要能够拿下一局，就至少能够保证一个评分。妩媚好吗？你不要饿。我终于是粉丝了哟，酷酷的！对，大家喜欢小蘑菇可以点小蘑菇右上角的订阅啊。现在这是第二场 ，Alex 对陈子豪啊。进行攻而，Alex 进行防守。饿死宝宝了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你猜是 C 还是 D？ 字母糊了。不自摸怎么糊 ？Alex 1-0，现在 Alex 领先一个啊！他为什么老是刷出那个东西？先扔一个炸弹，缓枪，滚出去！目前而言的话，应该是。守方会相对较为占优。我看我的记录都是给蘑菇送的，谢谢，我有的都给你，这样才是最好的，酷酷的，爱你么么哒。这火箭射出去没有？哎呦，酷！艾斯找到了一个对方蹲点，但是为什么不算人头呢？但是没有算啊，没有算，刚刚那个。考验枪法。谢谢夜随花送小蘑菇66，哎，怎么死的？好像是拿刀捅死的吗？应该是被子豪击杀。没看着。现在 Alex 现在2-0领先，他们一定是刚才讨论了一下战术啊，现在明显的比刚才强很多。看脚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CD，CD。好的话，如果是 Alex 获胜，那么我们就成1-1，那么我们就进行再进行一场决胜。那你觉得这个进攻方和防守方的话怎么确定呢？等一下那个。哦，这个地方。哦。应该是谁的弹药多谁就赢了，我感觉。因为他。脚板好黑，因为地下脏呀，我总是光脚在地下走，要不然我跳舞跳得不尽兴，你知道吗？蘑菇叫。现在的话是 Alex 领先啊，是2-0的比分领先。哎呀，好紧张，怎么看不到人呢？现在这人都去哪里了？他们那个现在对面走的这个不像刚刚的那个地图更。很容易被突击，如果谁先发现了对方，很容易就是把他干掉的啊。嗯，我看一下，那你都不做家务呢？哎呀，人家我熟悉，我得收拾客厅呀，这是为了以防我的小伙伴来吗？我自己这屋就很少。懒，谢谢苦茶送小蘑菇的6，明显是懒啊，不是懒，不是我懒，我不是懒，就是懒。哎呀。判断错了方向，子豪队获得一分。现在他们是三个人，应该是不会吃亏的，怎么也就是换了啊。他们现在三个人一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鹰的。哦。利用一个空中的制导。哦6。炸弹埋放完成。这局的话，如果是 Alex 获胜，我们。
话，有可能会进行下一场比赛，决出一个胜负。现在这是决赛啊，刚刚飞起来。刚才是二比零领先，但是现在场面上不太占优。哦，二比二啊！他们的选择是我先把炸弹埋下来，然后我再进攻，利用你心态比较急躁的这样。我要加你 QQ 小蘑菇的 QQ 的话，大家可以下拉小蘑菇的主播简介，那里有小蘑菇的那个粉丝群号，大家可以尝试加一下，因为有的粉丝群满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刚一出门的时候就被。一般好像九群现在还可以加，大家可以试试啊。跑男开始，谢谢红猪炒蘑菇送小蘑菇三个六啊。卡住了，这么紧张的时候他居然卡住了，我听到了奔跑的声音，好紧张。刚刚被击杀，又被击杀了。对，还剩下一名队员。他们现在是五 v 五吗？三 v 四。哦，现在 Alex 又拿下了一个人头啊！现在是哇，这个酷啊，羊！哎呀，纯作战能力的角色，这什么还会跳？哎呀，已经陈子豪现在是已经是三比三啊，对 Alex。啊，刚刚跳出来一个什么变形金刚来的，哎呦，吓死宝宝了！啊，天上还有飞机。小混蛋。哦，晕了。我也非常的有经验。四号想要突破，但是两边在中路都是集结了重兵，重兵把守。这个不是 CF 啊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突击英雄啊，而且这个里面有十多个英雄可以选择，而且这个是一款网易推出来的游戏，飞机应该是大招。对呀、啊，还有飞机呢。一名队员，得帮我埋设完。哦，在这边啊，直接下不妙了，已经在这蹲好了。对，已经冲出去。现在这个中门这里进行，哎，我们看到一个纸装，纸装之后冲进来，大杀四方。我方大招飞机，对方大招是机器人。那飞机赶紧，对，我也在想能打飞机吗？放下自己的超限武器，这是一个。这个角度比较不错啊，如果对面有人的话就能看到，如果对面真的有人在打他的话，他就可以躲起来了。是。哦哟，这场真的很激烈啊，现在已经又是四比四了啊。直接被炸死了。如果这场的话 Alex 队领先的话，他们应该还会进行下一场。我饿了吗？嗯嗯嗯嗯哦，干掉了。Alex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，一个人冲杀在前。那是啥？一个炸弹。他以为这是那个超限武器。对，他打掉的其实这是个雷暴。直播吃饭嘛，可是我的饭在我的那个闺蜜家，她说她做了好多吃的，韭菜、芹菜炒。蘑菇会 CF 吗？我之前玩过，但是后来他们之前说我是挂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不玩了。三打一，三打一，理论上的话应该是很难输的。是的。去都是菜。来看一下对方在哪里。被闪光了。为什么闪光的时候就不能动了？